就在最近啊，韩国和朝鲜在边境是又动火了啊。首先是韩国军方周一凌晨的时候，向一艘越过韩朝边界的朝鲜商船开火警告。说实话啊，文虎看到这儿确实有点不懂啊，这个商船又不是渔船对吧？从专属经济区航行过去，它不该招谁惹谁啊？然而韩国人他真的开火了，给的理由是啊，这艘朝鲜船只在韩国控制的重兵把守的白领岛附近啊，越过这个海上北部边界。然后呢，韩国方面发出警告，该船返回。对于这种行为啊，我只能说是不愧是大宇宙国思密达啊，国际法不存在的，狗都不理。结果就是90多分钟后，朝鲜用一个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越过边界，向一艘韩国军舰发射了10枚炮弹作为回应。朝鲜方面那是从来都不认可韩国人单方面画的所谓海上北部边界，为了表达不满，是经常会派遣船只啊，有时是军用船只，有时是民船过去挑衅一番。所以在白领岛附近啊，韩朝两国经常会发生一些不大不小的军事冲突，而这次也不例外。在互相鸣枪开炮之后，韩国宣布要进行大型联合演习，应对朝鲜方面的挑战。韩国国防部表示，作为年度军演的一部分，韩国的驱逐舰、护卫舰、攻击直升机、喷气式战斗机将参与这次海上演习啊，美国空军也会参与。朝鲜人知道后啊，表示韩国人你不讲武德啊，你既然玩阴地啊，偷袭我啊，那我也不讲武德。然后表示自己永远不会放弃核武库，并将在最近进行导弹实验。可以说啊，虽然这次半岛局势又变紧张了，然后再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仿佛世界大战就在明天，人类灭亡就在眼前。但我觉得韩朝之间打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只要美国人不偷摸越过三八线去打冷枪，朝鲜韩国基本上打不起来，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人手里捏一张底牌。韩国手里的底牌啊是驻韩美军，韩国和别的国家不同，他们家那驻韩美军是自个儿请过来的，只要朝鲜想要威胁韩国，韩国就拉上老美搞演习。然后朝鲜人手里的底牌呢，就是核弹和弹道导弹。今年朝鲜试射了创纪录的41枚弹道导弹，而且今年还通过一项法律强调其作为核武器国家的地位，直接导致其他国家担心朝鲜可能会进行2006年以来的第七次核试验。其实啊，韩朝双方也都知道自己奈何不了对方，所以2018年的时候举行会谈达成对象协议。也正因如此，本府才敢说如果世界局势不发生巨大变动，韩朝打不起来。当然最近也有人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啊，说如果韩国没有美国驻军，朝鲜没有弹道导弹，那么失去了底牌的两国家又孰强孰弱呢？这里呢想给大家简单做一下对比啊，先说军力对比。韩国截止到2021年有60万常备军，其中陆军46万，海军7万啊，这7万人里还包括3万人的海军陆战队，空军6.3万啊，还有310万的预备役，参加过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有海湾战争，具备现代化作战经验。朝鲜方面呢，常备军数量世界第四，有135万人，其中陆军100万，海军6万，空军10万，用于渗透作战的特种部队20万，各类准军事人员和预备役加在一起600万，典型的人海流啊。而且相对于韩国，朝鲜缺乏现代化作战经验。那再说装备啊，装备方面啊，这个朝鲜坦克是较为落后的一方，主要力量呢是2000辆苏联早期的 T55 甚至是 T54 坦克，以及1000辆 T62， 此外还有1200辆仿造 T62 造的天马虎主战坦克啊，技术实力呢也就相当于60年代的苏联。韩国呢有1500辆 K1 主战坦克和300辆 K2， 和朝鲜相比数量上远远不够，但是技术上碾压了一个时代啊！如果单纯是坦克对空，很有可能打出来虎式坦克在二战中早期的战绩哈。然后是空军，朝鲜空军呢飞机只有900架左右，但大多都是只能在中俄博物馆里看到的老家伙，真正意义上的四代机就只有35架米格29。韩国空军虽然只有700多架飞机，但基本上都是三代机四代机，甚至还有40架 F-35A。 在空军方面，对于朝鲜也具备有碾压性优势。就是海军，朝鲜海军大多是巡防艇、扫雷艇等小型船只，而韩国海军现役大小各类军舰234艘，韩国方面4艘满载排水量7000吨的天王级船坞登陆舰，还有3艘万吨大驱世宗大王级驱逐舰，
后者更是具备垂直导弹发射装置128个，可以海陆空潜四用。可以说啊，朝鲜看起来在所有方面均被韩国所碾压。那么朝鲜军队真就一点优势也没有吗？啊，也不尽然。朝鲜的特种兵比韩国强的不是一星半点。朝鲜特种兵约20万人，是世界上特种部队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训练严格程度在全世界也排得上号。这些部队精通散降、本土作战，甚至有消息说朝鲜在地下挖掘了至少数十条地道深入到韩国境内，随时能进行大规模渗透。这20万特种部队可以从各个角落潜伏到敌后进行斩首打击，在敌后开辟隐匿战线上的第二战场。再者，朝鲜的常规导弹技术也是出了名的啊，人家不仅有弹道导弹，在常规导弹上紧跟中俄两国也迈入了高超音速导弹俱乐部的门槛，美国到现在都还没进来搁外面呢。朝鲜今年的试射也都无一失败，全部成功，这是由日本方面的预测通报来证实的啊。日本作为半岛以外的第三方国家说的话可信度要比当事国韩国高得多，等于直接证实了朝鲜不但有高超音速导弹技术还非常可靠。所以啊，要本虎来说，朝鲜韩国这俩国家本是同根生，战斗力呢又半斤八两，各自有各自的优势，要不干脆就算了，别打了，真打起来整个亚洲都安宁不了。希望两国还是能以半岛和平大局为重，早日重归于好，握手言和。